哭泣小丑金皮是淡蓝西游记。哎，这个地图可以，我这个地图可以拉火箭，跑路比较方便，不是，不是，遛鬼比较方便。先别想着跑路啊，应该不会来我这里。开局的监管人一般都去中场找人或者去墓地的。红蝶，你看果然在中场吧？什么小说家？我感觉这个小说家秒倒呀！怎么有点久啊？感觉放个小碟，对，感觉他炸下来，人又吃一刀又没了，这好奇怪哦！啊哦！啊哒哒哒哒哒！啊！又打到了！丢丢丢丢丢！骗他，骗不了了，对不起大哥。对他咬他从上面，他必须是我炸的太慢了，估计炸快一点就可以了。他炸的太慢了，没啥用啊这。打落地刀呢想，真的不如前锋呢这一波救人的这个。压满，这种太危险了，咱们又没有搏命，说能把它从天上炸下来不？应该不行吧？高度都不在一个维度上。大，哎，这个火箭筒还是留着吧，我觉得。小女孩啊，小女孩，崩它，崩它！小女孩呀、啊，崩它！咦，哦，他给他那个什么了，白描了。快走，兄弟，我掩护了你一波，你还不走？千万不要这样子。完了，我不管了，你们自己忙吧。Later。然后我进鬼屋绕一圈，再下来，差不多是吧？呜呼呼呼！地窖在不在这里？真的有哎！